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由我和吴新宇老师为大家讲解第十届全国围棋龙星战本赛 B 组第四局的比赛，是由廖元鹤对阵孟泰灵。吴老师，你好。哎，陈楠好，广大观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个上一轮是这个孟泰灵啊，战这是胜呢丁浩，丁浩啊，这个然后本轮是可以说是阶梯向上挑战廖元鹤鹤。啊，他们这个排位呢是先根据段位是吧？如果对，段位相同的话呢，那么等级分高者呢就是排位高啊。对，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程，这个之前已经进行了几继续局，丁世雄战胜宋荣惠，丁浩战胜丁世雄，之后孟泰灵淘汰了丁对，浩。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个连胜者。对，看这局孟泰灵能不能实现突破。这个比赛的画面，左侧的是廖元鹤，00后的小棋手，右侧是孟泰灵，1987年出生。两个人等于是相差13岁，应对，该可能是相差了，甚至可以说是不止一代了，应该相差2代了。这个是，但是虽然差了是两代，但是呢，就是说呢，从等级分排位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廖元鹤比较高。而且段位也是廖元鹤7段嘛，孟泰灵6段。对，那么这个，廖元鹤是可能我们这00后这一批里面的，也算是个杰出的代表吧。因为我们中国00后有什么七小龙，小小龙是吧？小小龙，对对对，这个叫小小龙，新生代的小棋手，就是有一批优秀的这个选手，那么他也是那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人物之一。对，我们先进入棋局。这盘棋是由廖元鹤执黑猜先的。那么三方走的都是这个，应该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下法，是吧？那么黑棋下一步小飞，这个应该是决意流，是吧？啊，这个是应该是决意，这个是不是这边这个像这种棋也是电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下法。对，电脑的它的版本不一样的话，它这个开局的招法也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有阿尔法狗、决意啊，或者说是里拉，对，金毛等等啊。这个好像是，小飞好像是决意最喜欢的，对，一个招法。这个应该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决意流吧。这个可能是里拉或者阿尔法狗这种比较多一些，高才啊。那这个棋跟他这个就是这边的方向有关系吗？就是说这个时候下还是这个时候下？都有，对，他都有这个版本都有。但是呢，就是决意呢，他是比较偏好于这部小飞啊，小飞。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参考啊，要去为什么呢？这个就肯定是不可能搞得清楚的。这棋盘还很空，对，然后怎么布局都可以。那么白棋挂，黑棋，这步其实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喜欢的下法，观招吧，不知道。那么这个呢，肯定因为他们这个一线棋手肯定都是有比较深的这个研究啊，对，也不或者各个版本呢，他们也都见过，也都参考吧。反正接下来呢，反正有种种下法。那么孟泰灵的这部棋呢，可以说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吧，不知道他是从哪个版本参考来的啊。好像最多的呢是就是简简单单拆回去、啊、还有这个挂角甚至于漏等等。但是呢这个孟泰灵下一步走的是尖冲，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版本里找出来的啊，或者说是他自己就是研究的。因为这个步棋呢，看上去反正是你说它有什么联系，这个完全是不太明白，看心情当时。这个不是看心情，因为我查看了一下它这个棋谱的时候，他喜欢这个，对，他在这个就是说网包杯这个玩了职业业余这个对抗赛的时候，他和
业余棋手下这个赵岩下的，这也是这么下，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肯定是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就是说并不是说他下过这样的，就是肯定是也是就跟当年局面一样的是吗？那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他也是走的这个尖冲，那也是有所准备，对，肯定是有所准备。说起来呢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在各个电脑里面，就是说就星位手脚的话，现在基本上呢达成共识，就是说都是小飞手脚呢，对，都觉得是最好。那么完了以后呢，很多版本里面都是没事干的就尖冲一下，没事干了，对，反正就是尖冲一下，苦招，对，不管你怎么走，他就好像就觉得便宜了，就他这一下不亏，他可能就觉得便宜了，嗯，他不是觉得不亏，他说，然后呢，尖冲了以后呢，然后黑棋呢他就不硬了。经常就很多，他要不就挂角，要不就直接加等等。反正这个就是，当然看着我们是有点这个云里雾里啊，完全就是说，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反正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领会了。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先冲以后呢，然后黑棋硬一个呢，相对来说就是爬或者贴。对，这个贴一个呢，廖岩和实战走的是贴。当然他们这个零零后对这个研究肯定说不定更多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没办法去评论这个好和坏啊，就如果说要脱先的话，他就是可能下法会是在哪里，可能像是加在这一代的比较多，加这个或者加这个，这样的是比较多，这个是接下来白棋也有走的，也有就是说不走，就放着不走，就放着不走啊。这个也就是说，但是具体交换一下，到底是谁得了谁便宜了，这个就是完全是不太懂的，这个就是。那么实际上贴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思维吧，应该算是然后白棋他小飞是吧？对，白棋局部就没再接着下。对，他就跑这里小飞一个。那他就是说正常的话是继续下呢，还是说这样脱先就是脱先多一点，脱先多一点。这个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继续下呢，这个难免一下子就走重了，有点重，而且本身你被他这个一小飞的话呢，这个棋呢就是说目数来讲呢也是亏损啊，也是亏损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只是就是说真的是这两个交换，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个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说起这个吴群元老师说，他当时是对吴月角，他就是说请来没事就是尖冲一下，他说这个尖冲好。对，当然吴老师也没有完全说这个好在什么地方或者为什么，这个就是大家去领悟啊，就是说反正现在电脑也是这样，他反正就是尖冲一下，或者不管你走哪个，他就是好像是便宜了，对，他就放着不下了，对，就便宜。但是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便宜在什么地方，就完全是就没法给他量化。对对对，那么现在实战是他先脱先这个，当然拆一个也可以，但是飞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呢也就是说决定了，我觉得是决定了这盘棋的这个一个格局。大概最普通的啊，我们先不管那么多，最普通的拆个二呢，这个棋呢基本上呢就属于一个把局面呢打散了打散了，可能就是说属于一个下西棋泡西棋的这个风格。这个大概跟每位棋手的这个棋风有关系，棋风是有很大关系。而孟泰林呢，他肯定是一个比较属于喜欢战斗啊攻杀的这个棋型。廖元赫呢，因为是零零后啊，他就是说一个呢可能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定型没有完全定型自己的还在不断的变化， 对自己的风格，再一个呢总体来说呢可能是相对均衡一点的吧，咱们这个不敢多说，反正可能还没成型吧，是不是？那么现在走这个呢就很容易呢形成一个就是模样对抗的这个局面，就是你走你的，然后我走我的然后呢他再小飞一个，对吧？这个都是对白棋站这边黑棋站这边，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模样对抗的局面。
那么既然你不走，那么黑棋当然是想搬一个啊，对，这样呢就是说让你来这步棋好像变成一个恶手是吧，让你损了，让你损了，但是这个心情是肯定的是吧，但是就是说呢反过来说呢，这个地方呢黑棋呢毕竟手速啊也是四手，对，有点多啊，也就是说后实，但是呢难免有时候到底是后实和还是缓，这个中间的这个界限就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嗯，现在白棋在逼入是吧，对，但这个白棋现在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呢速度呢是比较快，就他也没有说去活动这个这个棋呢活动呢他就是说当然你是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已经三打一，对对，我们常用的就是拖了虎，拖了如果虎一个，那我就退吗，你退了那我就最简单的我就算立一个也活了，或者我就暂时不走了，保留以后立啊或者是打劫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呢黑棋呢可能也会吃，但是呢白棋就吃，这就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变化了。白棋这个地方呢，白棋倒是其实呢不用太着急去走，因为你这个黑棋再来吃呢也比较费劲啊，比如说你要吃的话肯定是要尖顶啊，防止我拖了这个做活，对，那么你这个尖顶完了呢也没有还脱线，对对，肯定是暂时脱线 是吧，你再去吃呢这个手速呢显得呢就效率不是很高了，效率不是很高啊，手速有点多，所以白棋呢他也现在不着急跑出来，因为外面太空旷，对、可以走的地方是很多，现在白棋逼住，然后黑棋又来一个尖冲，这个次序也是先逼住后尖冲，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奇怪啊，这个是这时候呢尖冲肯定是人家不会硬啊，而且就是说白棋有个也是明显的好点，我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干脆呢就反正现在是已经这个棋局啊决定了是这个对围啊，那么就大胆的对围，这个黑棋就是说正过来是吧，哇您这也是一个就是说确实视觉冲击力，也是一个明显的这个好点，嗯，反正你走呢你会跟着走，就跟着走，就跟着压过来、再继续扩张，对，这个至少从气势上来说这个是就是黑棋感觉就是很有力吧，这个是同时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大家说就是对围的时候啊，特别是布局的时候，由于黑棋这个先行一步，一般来说呢总是黑棋没有怕这个白棋的道理，所以一般白棋不为大模样，对，就是说那么这个尖冲的现在是明显是走不着啊，当然他是希望白棋怎么下呢，比如说他预想图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明白，白棋他不太可能从底下去爬吧是走的这个位置太低了，对、这个、太低，他这有可能都直接尖冲了，或者再就算这样可能也是这两下也是黑棋便宜了，这个那白棋肯定是就几乎是可以说就不会跟着你、对，不会让你走成这个预想图的样子、白棋几乎上可以说是不用动脑筋的就跳出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看眼睁睁的这个好点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手棋是坏棋啊，不能说这手棋，因为这个呢它现在竖下去的话也是很有收获的，是吧，你连走两手在这局部呢连走两手，同时呢这个竖下去以后呢这两个子呢也在逐渐的变薄了，对，那么白棋现在要贴起来，对，黑棋长，黑棋长啊，然后下一步白棋拆，拆这个，这是电脑的招吗，这个不太明白，这个就是说这脚里还有棋吧，这脚里肯定就是说味道不干净，很空了感觉，这个味道不干净，但是呢肯定现在如果普通点呢，比如说你
就看得见的只拆个二是吧、嗯、他可能担心什么呢，这个也拐头，拐头的话呢，那么他再拆或者是小费是吧、嗯、但是这个地方呢，由于以后有拖脚的这个余味啊，这个黑棋就算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啊、嗯、这个脚呢等于说是实际上里面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味道啊，有拖啊，有点啊等等，这个怪味道他可能现在呢先守住啊，先守住这个边，这个呢是一个取地的下法啊，是一个取地的下法。那么黑棋下一步呢，黑棋会抢这个吗？很想抢这个，反正我的第一感来说是拆个二啊，这个虽然目数不大，但是呢是关系到这个双方的根据地啊。嗯嗯，拆二的话，我觉得好像也不用太担心这个，白棋有什么后续有什么手段吗？对的，嗯，没看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你拆了二，这两个只能比较突。如果说白棋在这里啊，直接、嗯。走的话呢，这个黑棋肯定是不会怕是吧，直接靠断或者飞断等等啊，这样呢都可以。甚至于来说最简单的就煎一个，你也只能煎这个。我就是啊，这样的我脚也厚实，就算跳起来这一串也是这个形状，白棋也比较松散。整体也没有活啊，也没有活这个。对，他不怕黑棋、嗯、不白棋飞过来。对，不怕飞，当然你激烈点甚至直接靠断都可以。就靠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反正这个地方就是说。战斗起来黑棋应该是没有怕的道理吧。嗯。毕竟是黑棋的子力多。是。这是反正如果让我走的话呢，我想我。先抢这个。对，会先抢这个。啊、这个。如果让白棋下的话，等于这黑棋这三个就受攻。对，这个关系到双方的这个根据地啊，这个就、因为你让白棋走过来的话呢，那么白棋它这块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说是。安定。活棋是吧，是活棋。那么黑棋这三个字大家可以看见呢，明显就是说。逃就是因为这里已经走了一个，这个地方就以后不太好了。行棋了。那么实战呢，这个黑棋是飞这个我觉得有点保守了吧，至少来说是白棋抢这个。对，白棋现在白棋当然是他很愉快的抢这个。嗯，这个因为你这样呢走了这一手以后也不能完全说把这个脚啊这还有棋吃干净，因为他总是白棋他总是留有这个拖啊是吧，虎的手段还是这个。他想你反正你基本上呢你不管你打吃还是退他都跟你做结。对啊，这个总是就没吃干净。对，不是没吃干净。还有一些鱼呗。对，那么这个没吃干净的话呢，就是说还是有点就是说这手棋我觉得就是说总觉得呢有点缓是吧。再去补呢又没有这个心情是吧，这手术太多了，手术太多了，不然的话啊。然后可以起跳啊。这个跳呢是也是整形的要点之一吧。然后现在下一手这个孟泰林还是下得非常的积极。对，积极。他既然把你这四个子他觉得当做一个攻击的目标是吧。他呢就这个大飞，这步棋还是非常的一看啊，凭感觉一看这个就是一步好棋啊，攻击对方同时呢扩张白棋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模样啊，换自己的模样。那么这边他不担心会有一点什么比如说点啊什么之类，毕竟是有个拆二啊。现在呢黑棋当然这个形状呢点一个呢是常用的。现在白棋呢可能不是太怕啊，当然这个时候白棋肯定不能粘。如果粘的话呢这个黑棋再飞下来就分段。对，这个是常用手段。那么现在呢白棋肯定会挡住。
虽然有冲断，但是这个好像没有用啊，没什么大不了。对，你冲这个的时候呢，白棋可以单虎，虎这个，这个黑棋暂时没有什么，没什么用啊。那么你挡的话呢，他就打吃粘上了。那么你走这个呢也不行，这个被他一冲出来呢，这个还是拦不住。这个自己人，所以好像现在不太怕这个手。对，不太怕。那不虽然不太怕呢，黑棋就是说，他呢这里就没有用，是吧？没有用呢，他就还是得出来。对。所以他就飞了一个，飞了一个。先出头、这个反正形状感觉上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歪歪扭扭的，对，不太正，但是呢也一下子确实也看不到什么好的这个手段。那么白棋这时候可以飞，是吧？对。这个飞完以后，这个时候呢，脚里有棋，脚里是有，肯定是有些味道啊，有些味道。这个黑棋呢，得考虑这个怎么样补棋的这一些手段啊。他实战是简单的压住，这个我觉得又缓了。有这个应该来说是明显的缓。如果这步棋呢，还是可能说是喜欢实地的话，但这步棋肯定是无论如何，我个人觉得是明显的有点缓。这个棋，要补啊，因为这个地方以后啊，这个他不管是拖这个啊，或者说哪怕他就算拖这个，你也只能一个一个退。对。他就算最简单的虎完再一爬，你这个这里面的木肯定少得很，对，是吧？你还可能还不敢搬，这一段你立呢，这爬还是等于还是就黑棋很难受吃的。对。那么呢，肯定黑棋要吃他一下，吃他一下的话。黑棋无论如何应该想一想，走得积极一点，对，效率高一点吧。这时候我觉得可能点一个呢，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手段。现在来点。这时候白棋依然不能粘，我还是爬呢。那么白棋还是爬，那么爬了以后呢，这里有了这个以后呢，那么黑棋可以追求效率高一点，就直接呢顶住。有了这个顶的话呢，你就时时刻刻得注意这个被我这个联络问题，对，被我这个冲，这个只不能就是完全被吃下，要是被吃下的话，黑棋还是挺大的，太厚了啊，这个木，即算你能缠到一下，就这样给你缠到一下，这个其实也无所谓啊。那么就正当这个等于白棋总是要补的。对，补呢大概也只能补在这啊，补在这的话它这个就变成先手了。就补在这呢好一点呢，就是说你先得冲一下，是吧？大家顶住，冲完了再顶住。那么这样呢，即使黑棋再补住啊，不管贴还是粘上，那么这样呢脚挡住了，对，这个脚上的木数呢还是撑得比较实，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毕竟没有粘上，这个头呢以后还是稍微有点软，是吧？哪怕就算顶一个，你这个等于也就出不来了。对，这里面呢也算是，就是说木应该来说，就顶的挡住的话呢，这样的木呢撑得比较这个结实。而且同时以后这个地方里面局部来说呢，白棋就局部而言还没有完全这个活尽，是吧？有种种这个介于。总之而言就是，当白棋飞这个的时候，是吧？黑棋是要补，但是补呢，我们就肯定他是要想效率更高一点的步伐。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个压住啊，这个别人拖进来，这个肯定就是说白棋是没什么不满意的，是吧？那白棋他还先欺负你一下，先交换一个，再拖，这个就是说，因为被拖着以后啊，这个首先你的目数小了不说，这是一方面。你的目数小的同时，大家要注意，就是白棋在这里的眼位也在逐渐的变大，对，是吧？
这个目数也亏了，这白棋的眼位也好了，那么这个肯定是就是走的呢有点太滑了、这些棋好像看起来有点重复啊，费了半天劲就吃了那一颗子。对，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就人家靠的话眼睁睁的要便宜的话，这个怎么也得搬一个，对，要反击一下，不然就是说至少不让白棋走的那么舒服、对，左边一来一下，右边来一下，这个全让白棋走到了这边，然后这角里、或许我不知道是不是廖元赫对自己信心太足了，后半盘很自信。年轻人后半盘肯定是强啊，就是如果两个人比起来的话，肯定是廖元赫的后半盘应该是比这个孟泰林要强，或者说是等着年纪大的老同志犯错误是吧？对，这个尤其这30秒一步的快棋。但是呢，这个棋呢，有时候还是得按道理下是吧？不能因为这个，就是说觉得后面比较强，我前面就松了啊，是吧？这个肯定是有点这个心态，至少来说就是说，这正确这几步棋，我觉得都是有点缓啊，没有不像这个年轻人这个没有好的道理，对，朝气蓬勃嘛，我们不是说年轻人是吧？现在好像是这个我们年纪大的孟泰林这个他反而这个朝气这个更足一点。对，那么这样靠完以后，然后白棋这里再一坨，这个很这个就很舒服了啊，这个再一糊。增加了自己眼位以后呢，随时可以一搬粘。搬粘。这个黑子费了半天劲就吃了这个确实是不好，这个明显黑棋是太缓，白棋肯定是得分，白棋得分。白棋局面不错。那么现在白棋就守一个是吧？走完了便宜完了以后，然后呢，在这里守个角。对。白棋这个右边，这个。看起来就是子效都是非常的充分，每步棋的位置看上去都是很舒服啊。黑棋虽然有个磨练，但是呢，这里和这里总是觉得这个，指数是感觉上有点这个稍微有点重复，有点重复是。效率不高的感觉。感觉那么现在黑棋点一下。点这个。等于是迟早要点这一下的啊，迟早要点一下，还是得要挡的。对，这个不能被他飞，因为这个一飞的话，自己眼位也没了，而且黑棋也就活了啊。这个关系到双方的根据地，这个是他是要挡的。现在呢，白棋现在黑棋呢这个地方也很难办啊，直接冲呢还等于还是不行。对，直接冲的话，那么。白棋还是要糊是吧？你等于这时候还是不能挡他这边，对，挡一个他还是就打了一张出去了。你现在糊呢肯定糊不着啊。对啊，糊他肯定就是说要反击。这个他要打吃了走，因为这个地方呢随时他一搬或者一靠啊，这个或者搬这个或者靠这个等这样的，这他这几个子呢也是很危险，很危险。这样呢，不行。那么不行的话，如果说你说先小尖，它本身呢也是一部非常这个熟的棋啊，对。而且尖它会不会硬，我觉得都是还不见得，因为那是吃的不是想象，假设就是说。白棋就算厚实的虎柱是吧，你这还冲下来，你必须冲下来，不然尖就没意思，它就一个一个冲是吧，这样白棋形状非常厚啊，黑棋你就算补一个的话呢，对，那么等于说以后这个地方这个靠啊挤啊都是先手，这个家呢是先手，你大概就吃了10目多一点，花了一手棋，但白棋整体呢这个就非常的厚了，对，所以花一手棋呢也就是目前来看肯定是好像这尖也不太好，对，好像不值得。那么不太好的话等于就是说呢，黑棋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没有什么没什么办法，对，没有好的后续手段。没有好的后续手段呢，他实战呢也走的也是被这个白棋啊这个两个大飞给带动了这个感
大飞的感觉吧，至少来说是。然后黑棋选择了一个大飞，但是这步棋本身来说，结构还是不太厚实，可能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走在这啊，往回收一路，对，这个更加呢，棋形可能更加的完整。他对围嘛，他总是想压迫一下敌人。因为你已经站到中间了，已经站到中间了，应该来说是不怕更加对围的，是吧？中间这个一条线占据了的话，这个白棋再跟你对围就肯定不太明智，肯定是被压缩对，了的。那么走这个呢，当然是很潇洒啊，但是这但是个整这体有一些薄，对对，对，就是说联络不是那么安全。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他不对围的话，他肯定就这个就要进来。就要进来啊！白棋打在这，这个呢，白棋，正常来说，在里面活一块呢，应该是比较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当然，黑棋肯定会攻击你一下，黑棋的走在这里啊，二路上。那么下面这手棋就是说显示了一个完全显示了这个棋手的这个风格啊，风格。现在肯定布局来说，如果算结束的话，肯定是就从进程上看，白棋不错，白棋速度快啊，黑棋下的肯定是有一些缓。那么这个呢时候呢，简简单单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说，我想很多棋手包括。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大部分吧，就地做活，对，就地做活，这个不已经就很满意了嘛。比如说我贴一个，你不能让我跳，是吧？你大概总得贴一下啊。他我这个搬，基本上呢是先手，是吧？这个你也得跟着走。他就算呢，一个一个贴起来，或者说是搬这个，基本上可能也能搬得到，但是有可能呢被断了啊。他就算最老实的吧。就算补一个，这个下法很多啊，或者说是虎一个当然是稍微积极一点。这白棋在这里，眼位很丰富。就是说，活一小块是没什么问题。就活一块就，就那您的黑棋就看是黑棋。那黑棋肯定也要进来。黑棋是对，可能他就是说先大家欺负你几下，对，先欺负你一下再过来，再来破你。但是呢，就是黑棋呢这个。就是变成这两个角，但是看上去白棋呢还是舒展一些，说更形状的更舒展。这个应该来说是黑棋，不是白棋啊，就是说不错的这个局面。对，也是普通棋手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在这里就很容易想到，我既然打进来，然后就活出来一块，对，活一块就应该来说是满意了啊，就是说只是活成尽量把它活得。稍微空间大一点，对，大一点点啊，这个是普通的思路。当然，这个怎么做活啊，也有种种，什么就是说直接贴这个也行啊，保留这里的一些变化啊。你要搬呢，我就老老实实的硬，这个你也很难。你要杀我也是太难了，有点费劲，这不太可能啊。这个是普通棋手的这个思路。那么蒙太林在这里呢，也展现出了他的这个独到的，就是。风格或者独特的一个棋风啊，他确实是特别喜欢这个攻杀的这个棋手，也比较擅长于这种攻杀。你要他真的是去这个拼官子啊，铺地板啊，这个他可能就有时候就完全就是说不是自己喜欢的局面。他不太会下那样的局面，但是一杀起来，这个他就是镜头来了，对。这是他的特长，这是他的特长。对，他就是说对棋呢，一般都下的他是比较的这个紧啊。那么他现在更注重的呢是一个这个棋的这个厚薄。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说黑棋对白棋暂时呢没有手段，是吧？在这个冲，反正他也不怕你尖的话，他也不太怕啊。你尖顶他也不太怕。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白棋啊，他依然呢就是花了一手棋。虽然没棋，但是由于这里有种种的余味，白棋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俗称是个软头，对，是吧？不够厚，对，就出不来这个头啊，这是出不来。嗯，那么他干脆呢就画一手棋，嗯，就他更注重于这个棋的厚薄。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蒙台林的这个思路，他是先点一下，补一个，先便宜一下，然后呢再老老实实的，他就画一手棋，是吧？他觉得这个就是有一手棋价值，但是这边先不着急火。嗯。他就是说，一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话，就是然后有时觉得不是你刚才不是说没棋吗？没棋我干嘛去花一手棋去补啊，是吧？这样它更厚嘛。对，有时候就是说这种棋是，一手棋把对方所有的借用，是吧？所有的借用呢都给消除掉。对，把自己呢，变厚，同时呢，你这个叫什么呢？也瞄着这个对方的这个。弱点，有时候这种一手棋呢，其实呢是很有价值，很有价值。这下就变成硬头了。对，这个以后就是白棋等于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个确实呢，就是说也有一手棋，大家自己品味一下，也有一手棋的价值。对，对这个手棋，你说到这，我又想起来，我们当时这个，在没有 AI 之前，就是跟很萌那时候学习日本棋手，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当官的妙手，是吧？有一部就是说日本那个古代棋下手有一部就是说看上去是个当官，他实际上也是把对方的这个棋呢，把所有的借用呢给消除了。嗯，这个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一部棋，就是日本反正古代棋手谁很多年前了，反正是。也一两个世纪以前的，反正就是，但是被日本其实就是认为是就是说，比较推崇的一部妙手啊。这个就是说，当然咱不敢说评价那么高了，就是，但确实就是说呢，一个对一个棋手的风格，这个是。那么，当然黑棋，那你既然白棋不走的话呢，黑棋就要来吃你，是吧？他把你的根收掉，这里不可能跟着硬的。因为根子硬的话就被白棋先手便宜了。嗯，好，他这个吃法是还是要收根吧？要是下法，但你不正常一点呢？是比如说吃在上面，嗯，是吧？但也有可能，因为他这个爬在二路上，我总觉得，但是这个看起来，但是这个吃没吃，这个心里不踏实啊。对对，因为他我们刚才说了，这里挡有点先手味道。是吧？因为挡完以后你不走，我就一跳，就一步一步的一个眼就往前马，是吧？这个车，同时呢，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也说了，还有先手有个扳虎，是吧？确实有个做劫的这块，所以说一般肯定是不敢啊，吃这么大，不放心，这个吃这么大，这个心里实在是不踏实。这个如果被他一活了，这个就有可能变成落空了，当官了，有可能就是一场空。这样的话，所以先收根啊，这个。嗯、那白棋呢？这时候当然他也不会轻易跑，是吧？这时候呢，他是很强烈的依靠。这个是我觉得他是后续手段，所以他是看好了，看好了，他就是觉得当初啊，我们当初说你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对太大，要你黑棋付出代价。对，那么这一靠呢，确实是也是非常，积极的一手啊，非常凶的一手。可以反击吗？嗯，好像不管反不反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想作为黑棋来说，就是说，必须呢，正面硬着。对，不能往回缩。这个时候他，应该来说呢，必须呢这个，跟他正面硬着。那就断了，那他只有断，是吧？断了黑棋，这时候再退。对，你退这个，退这个，因为你退这个的话呢，他这里有个先手位的，这总是有个扳，这个他呢就是说就退。这时候你如果长，是吧？那我黑棋就顶，顶，对，顶完了这里随时呢可以顶出来，把。这边得连呢，这边本身就不太好连，连的话只能团着连，是吧？但是棋筋掉了还是得连一下。对，那他就顺手扳一下，
大概也只能是这么连了，然后再唬住，是吧？嗯，反正打不打掉无所谓，那么黑棋再靠出来。嗯，这样呢，当然战斗也是很复杂。嗯，不过黑棋好像没什么，没有怕得到，没有怕得到，因为 这边不是黑棋，因为这边毕竟是黑棋的这个势力方。嗯，这样黑棋应该是可战的。那么如果你不藏，不藏，那么就只有打吃，打吃这个，对，嗯，打吃这个，那么黑棋就滚爆，嗯，是吧？这个应该不太怕，这个黑的白棋，接下来这个劫，开劫吗？这就虽然是一劫爆啊，等于就是说，就是只要打着这一下，这个就可以三零，但是这一枚劫材是基本上是很难。你得去造劫材，这但是一枚劫材也不是不太好，现在不好走啊，不好走，去哪走？对，你走哪个没事干，我就提你这个提问题。这个如果你粘上的话呢，那么黑棋就算粘上，是吧？嗯，这个好像白棋没有什么所得，这个断点对他这一圈下来，好像黑棋没有什么损失。嗯，就是说，那么白棋有可能呢，就是。这样的话感觉白棋不太满意，嗯，那白棋可能有可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去战斗，但这个战斗呢应该黑棋，黑棋又不怕，对，没有怕的道理吧，就是这虽然也是一场还是比较复杂的战斗，跳或者跳等等，嗯，就是那么黑棋也得这个是硬着头啊，对，硬着头皮给他，因为走着走着这边白棋的势力也没有了，啊，反正大家就形成混战，你破我的，我破你的，这东西是也有可能的啊。但是也得要战，也得要战，这个绝对的，我觉得不可能轻易的这个退让。嗯嗯。那么实战亮人和这一步棋，我觉得，嗯，他今天这个状态，或者是心理状态有点这个问题，嗯，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战线拉长。把这个就是说呢，把胜负留在这个后半盘，关子，对，留在后半盘，他觉得是他的强项啊，嗯，但是这么简单的退让，就简单退一个，这个完全是不可能，这个子儿就被割下来了，被割下来了，嗯，这个完全就被割下来了，而且注意这个地方白棋他不是退，他是要帮助，因为帮助以后啊，嗯，是这里随时有个帮，对，等于白棋这一带啊，比如说张先手，比如说病，甚至于来说虎都有可能是先手，等于白棋一下子就变得很厚了，对，黑棋始终要担心这地方有个扳倒，嗯，对，嗯，白棋这地方就变得很厚了，那么黑棋这里还那么这个子当顾不上了，就已经白白的被这个白棋啊断开了，嗯，那断开了再围的话呢，明显就是白棋把中间，刚才我们说是黑棋，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棋把中间这一条线占住的话，嗯，白棋是不会跟他对。现在这条线如果被白棋占住的话，黑棋基本上呢应该是没法跟这个白棋对位的。嗯。那么他现在只能拐，就这样推过去的话，这个子就被。嗯。然后。不，这个下法看起来也太简单了。嗯。然后还得靠，然后就这样。嗯，然后还得飞。就黑棋缩水很多，黑棋缩水，白棋扩膨胀了很多，对，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对围的时候，别小看一路，是吧？对，它不是一路，就每差一路，实际上就是两路，是吧？因为我进一路，你就得退一路，退嘛。对，这个一来一去是一下子就是两路。那么现在这个黑棋呢又补回去了，那么孟台林在这里是越战越勇啊，就飞，这是飞，嗯，啊，当然要把你这个分段。那么黑棋呢这个时候呢也是面临个抉择，嗯，是还是要作战，是战还是守，是吧？这个可能呢，嗯，要不然呢现在就两个路子，一个路子就直接冲短去战，是吧？因为这时候呢白棋不会退让，嗯，也是这条线呢又被黑棋占回来了。你要是这样的话呢，肯定要拉出来还要占。对，这个肯定带着嘴啊，这个是不，嗯，这个是基本一个常识。反正两个人对围嘛，大家就看中间这条线，是吧？中间这条线一占，它不是多一路啊，未必多两路啊，等于就是说，
你数控就会差出两位。等于刚才这么漂亮，这个白下了，又被别人扭转过来。那么就是它会差、啊那么黑棋就走的话，或者是贴啊，反正就拉出来，对，就互破吧。对，就是飞啊，或者是跳一类的啊，或者你凶一点，直接贴这个也是有可能，就是一通贴下来，就形成一个互破的局面。或许说是谁是好，谁好一点，谁坏一点，但是在这种大砍大杀的局面下呢，这个就是那么一点点好坏，就是说或者你前面便宜了一点点，这个就是根本就没关系啊。这个是有时候下的好下的坏，一个贴目就出去了啊，十目棋出去的都很正常。这个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决策啊。这个时候黑棋是一定要做这个决断。一定要做决断，就是不是还是要战，就是我觉得这最正常的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冲断啊，因为你对围不过人家的时候，你就要跟人家战啊，就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而且你也不能是走着松的去破人家，你再被人家这一压过来的话，这个就没法看了，这白棋是厚的，对，白棋是厚的，你没法弄，你要把他也找个人陪着你一块，对对对，一块跑，拉出来一起战。对，这样呢，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实战呢，在飞，这个是等于是手。对，手是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出模样比较小，但这个呢也不能说是完全不行。就也是一种呢，就是说比较极端的这个下法。先守住自己的，再去破他的。对，先把自己的完全的厚实的守住。然后呢？这个有这几步是这边已经。你这肯定是不能再互动了。对，没有气了。那么呢？然后呢？再这个呢？再，反正你再走一手，就算你再走一手，我呢再进来，你也不见得杀，完全就是说赌死活啊。赌智沽，这个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棋手。像我记得原来像又是比较最典型的就是原来的也是日本的老棋手木谷实先生，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说战法，我就把它，我的是我的，你的反正是到时候我再进来。对，这个呢也不失为一种啊，这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一种拼胜负的方法。所以他练和这步棋呢，就是说。也是一完全的一种性格，也是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个孟台林今天真是下得非常的撑啊，这一点。哇，这一片势力看起来也是很洋溢，看起来是非常的壮观啊。但是到底能不能围起来，也是个疑问啊。那么现在的话呢，这还能围吗？黑棋还是得围啊，因为你不围的话，你以后被人家一冲守不住的话，全白干了。是吧？你现在进去当然是活是没问题，那白棋把你一攻击，对，该占的便宜占完，回头再一走，哦，自己没围住，那就欠手棋，全变成这个坏棋了，是吧？就变成坏棋。所以说呢，黑棋，那么既然走了这个以后，他实战是冲，对吧？冲完以后，那么下一步棋，我觉得是他这时候，咱前面我觉得就反正是也是一种策略吧。对，下一步棋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有点自相矛盾啊，或者是引导自己这导向失败的根源。我觉得前面可能是有点缓，但缓呢也是一种战法啊。那么既然如果准备守了的话，就守到底，就不太为主。现在你没法搬，冲一下也好，因为不冲的话呢，他顺手还可以，搬你一下，你再冲来不及了，他打你。对，那么先冲一下再管，你搬没有用了，就打出来了。那么等于这一走呢，现在实地先捞到，这边是彻底的把实地捞着了。对，那么这个应该有1234是吧？五十减两48，4951234，62345678。85目棋左右是吧？我先揣口袋里，看白棋这边能围多大。对，你是很大，也甚至于来说，但是反正你不管怎么围，我就来破是吧？比如说你这时候正常的是这里走一个是吧？那么这个角里面啊，可以靠一靠。这个角里呢也可以拖一拖，或者我先在这里
削一削啊，你这个也，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余味，甚至我就是少跳出来，瞄着这个冲断，然后再来，嗯，是不是？反正先守住自己，再想办法破掉白棋。就这个就是说，那么就贯彻这种思路。对，就直接，我就是先捞后洗。嗯，这个确实，其实碰到这种战法，其实也非常头疼。对，你说是大家下棋可能有这种，其实呢，这棋啊，对方呢似乎有点不讲道理，是吧？这好呢，应该是我们可以说是白棋好下，明显。但是这个棋太难掌握了。对，你比如说我把这里一带，比如说补一个或者一类的啊，嗯，那他就闷头往里一扔，嗯，这个也没有把握说能吃掉它。啊、对，很讨厌这种战法，有时候，像我年轻的时候，是刚开始下棋的时候，就是也特别讨厌这种下法，总觉得对方不讲理。但扔进来呢，有时候火气大，就是杀；但是有时候呢，又没杀着。对，有可能杀崩我。因为杀着，有时候就经常就是。你可能下着下着，心情上就很生气。对 对，很生气。对对对。然后一火就有可能。对，你完全又无理，又来搅，搅完了，一不小心呢。后来其实想的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它其实也不能说它就是说一种棋风，或者是一种这个下棋的这个战法。嗯，这个就是说你人家这么下，它是有道理的，是吧？它没办法了，那我只能先把这个捞了，我再进来。对，看，然后赌这边死活。对，看，说白了就看力量。对，看大家谁的计算能力强，嗯，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把握局面能力怎么样啊？你这杀不着他。那确实，你前面看上去都是好棋，但是一活了的话，这个都变成虚的了。人家是肯定实打实都是空，实打实的啊，都是空。对，这个应该来说是这盘棋最大的一个分水岭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虽然前面我们说黑棋缓，但是这个棋的胜负是完全是未知的啊。特别还是胜负才刚开始，特别还是个如果还是个。快棋的话，对对对，这种就是30秒一步，可能这个杀起来也挺累的。对对对，这个完全就是说你完全看不清啊，或者咋的是？当然黑白棋也不一定非要把黑棋全杀了，但是怎么？就是你让他活一小块啊，自己围多少那个？对对对，那就完全就判断不清了。嗯，你30秒一步光数这个墨都数半天，那个墨有多是吧？所以呢，既然走到这个程度的话，我想就是，如果梁元赫这么下这盘棋呢，应该来说还是一盘势均力敌的这个棋。嗯，白棋好一点，但是在这种大胜负、大砍大杀的局面下，还是好一点是没有用的，是吧？对。那么现在这一步，这时候他冲完以后断，这步棋等于走着走着又不守了，又开始战，典型的一个前后矛盾，是吧？如果要战，就早点战。对，你就第一下就开始战了，就直接冲断了。对，是吧？你要战，你就是第一下就直接冲断，不就完了，就战。他现在后来围上又觉得没把握了，觉得这边看起来太大了，就是犹犹豫，改变策略了。但是这个犹犹豫豫呢，肯定是应该来说也是，不管是下棋还是干什么事情的话，都是一大忌讳。嗯。他现在呢，你既然围了，就是，眼睛一闭，我们只剩眼睛一闭啊。这个真的是，你让我拿白棋的话，我也很头疼，我也很怕这对手是这样，他就跟你是拼胜负。对。你要断，你就早断。那现在断显然呢不是一个时机。首先断的位置很差，就是白棋先不说它正好有顺手一般的这个好的手筋，就算白棋现在跟你打这个黑棋也是完全没有把握，嗯，是吧？等你打你得走啊，他就贴住，是吧？这个以后那么你和拐相比，你多吃这几目没有意义。嗯，这边你总是要进来的，这相当于白棋会厚实很多。你就算这里再进来的话，嗯，也比这个刚才呢要困难一些，对，是吧？风险变大了。对，嗯，白棋至少多出一两个子，哪怕就多出一个子都有用。对这边的以后攻防就是很有。这个白棋是简明，就你这样走呢，你这里可拐先多吃这几，这不差这几目啊，肯定是吧？对，因为这条看这边破成什么样子。对，因为这条中线被白棋占据了，嗯，你对着围你不破它肯定是不够的，嗯，所以说呢，何况白棋这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手筋，就是
对，一般啊，这个我们常用吃了，一般就等于说这个局部是动弹不得了。嗯，这样的白棋呢，让白棋看到了一个，就是说和对围风险相比呢，它白棋有一条更简明的路在好走。嗯，嗯，白棋它选可以选择呢，就小范围对破。对，这个黑棋只能缠啊，这个没法打，是吧？嗯，你也不能缠这个，缠这个是帮人家忙粘上。对，那么呢，只能缠这个。那么，白棋先愉快的一打。嗯，黑棋只有粘，白棋再一飞回来。对，现在等于说你这个口啊没封住。嗯，那中间呢又得必须赶快行棋。如果你现在去封这个口，那他再一跳，这个无缘无故又退缩了好多目。对，而且这边也、这又等于又损了。这个以后这个损和拐相比，损的目很多。这个他等于扳着了，打着了。这里还拆着了，以后在这里一挡的话，这边上有城口。这里你火小一点肯定是就不够，就不够啊。这个，那么呢，你现在又只能吃中间。想办法冲，但这个味道呢是很不好。他这里也可以冲出来，其实对，以后呢是白棋是可以冲出来，当然他可以以后找这一代的这个先手借用，是吧？先借用。对，那么他先保留一下，然后呢他一冲，关键黑棋忙活半天，这又被人家进来了，没围住。黑棋一冲进来，等于黑棋没围到什么东西。嗯，没围到什么东西。那么呢，白棋他就是现在的，只是舍弃了中间这个局部的一些小利呢。嗯，那么把你破进来，你并未暂时没有伤及到他的这个大本营根本，是吧？对，那么黑棋补这个必须就是说得补啊，这不补也跟刚才这个道理一样。对，虽然没棋，但是白棋是遍地的借用。嗯，这边有冲，这边还有气，这边有种种的，这边点啊两下什么的。所以呢他这个也只能忽视的补。嗯，那么白棋再一破，那么等于基本上又变成了互破的局面。不是说白棋我已经可以说把你破光了，嗯，你这边没什么围，以后这里他还可以钻进去。对，那你现在是只是破到我这个程度，嗯，这边没有伤元气，对对，就会还会差很多。对，那么这个转换呢，明显是白棋啊得分，对吧？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说做成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来说是明显是白棋这个便宜了。因为这个便宜了以后啊，不像刚才。刚才呢就是说黑棋进来，白棋任务很重。嗯，但是现在呢任务就没那么重了，我就是供你占点便宜呢就够了。黑棋的目数啊已经就是说被压缩的很厉害。嗯，那么尖呢以后呢黑棋还要飞。嗯，因为这个不飞不行，不飞的话白棋挡就快成先手了。对，那边有尖进来。对，这个地方还要小尖进来。嗯，所以黑棋必须呢飞一下。那么白棋这时候跳，白棋跳一个，是吧？他如果再跟着走，他就再贴回去，好像这个白棋也挺大。对，这孟太林他下的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啊！如果你只是这样简单的缩回去的话，那么他就一贴，注意这样啊。这个他不但把这里毛病补了，还把这个口给堵住的话，对，还挺大的。这里的目数啊，就是说也还是非常大。嗯，这个今天相比于廖元赫的这个沉稳啊，或者是有点缓，那么孟太林一直就是说还是下得非常的这个积极啊。嗯，非常积极。如果光从棋上来看，这或许我们就是说按正常的思路啊，嗯，也许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这个黑白颠倒一下，是不是？不，对，也是这意思吧。就是说今天是白棋是00后，是吧？对，黑棋是8887的，就好像是白棋一直下得很满很撑，在冲击别人，实战他们反击。嗯，
这个其实因为如果再这样拐过来的话，可能黑棋明显是不太行，被白棋贴住。所以他靠一下要想反击。那么白棋现在是翻住。对，他靠断。然后再断。想要寻求一些变化也是。这时候呢，白棋选择的还是比较简明啊，简明的下法，他呢就直接打一个，黑棋只能粘上，这个只能粘上，然后白棋就冷静的立下来，然后这边打吃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跑，是吧？跑一个虽然能多吃一点木啊，但是呢，这个黑棋对。这样冲出来的话呢，一路压过去，这个白棋也得得不偿失，再压一个。这个白棋虽然多吃了几目棋，但是这边被冲一溜，这个跳的这个子当时就完全是废掉了。所以他呢就拐打下面。接下来黑棋跳，这步跳他可能觉得呢是满足了，就是说这里反击呢还是有点成效，但是白棋呢他也没什么不满意的，他就是他一拔掉的话，这个就是说还是非常的厚啊，因为这个地方呢虽然没多得一两目棋，但是这个拔掉以后对这个脚的帮助啊其实还是变厚了。就是黑棋是不是还是可以考虑，我觉得就是说顽强一点呢，就是说提这个。那如果我能不能把这个拉出来，你能拉出来，但这个拉出来呢就是说呢有可能呢这个棋局啊就会变得比较乱，因为变得比较乱的话呢，应该来说是这个黑棋愿意看到，对，黑棋是比较欢迎，对，这样或许黑棋更加的这个不能说比那个好，但是呢把棋局如果能变乱一点的话呢，我想就是说黑棋更加的这个欢迎一些，因为走这个白棋不太可能再说了啊，因为这个地方以后就是说这个靠一靠还是很讨厌，是吧，靠完比如说或者加一下这个，你这块如果上面就是说黑棋安定的话，就以后的后续手段，对，这个白由于这块整块棋是没有活的，这个病呢也是先手，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哪怕就算点一个，由于这里有种种的这个先手借用，对吧，靠端一类的，你要杀这个角呢也是非常的困难，如果补一个呢，当然硬一个的话呢，黑棋当然先手便宜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应该，就是说虽然跳也可以啊，赢或许他觉得便宜了，但是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啊，还是需要更加的努力，对，更加的积极一些。跳一下这个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这个跳呢，被白棋一提，是吧？黑棋虽然挡住能吃掉，但是呢这个棋就是说白棋呢他也心安理得厚了啊，这个厚了，他主要厚了这个脚上，厚了以后你要再这样的话，他可能就直接来把你对杀了，对，强杀，你这里就没有等于说黑白棋变厚了，因为整体没有任何的借用，但黑棋他可能觉得当初你是想让我就是便宜我让我缩回去，但实战的话我吃到这儿了，他可能就又收手了，对，但是这个或许黑棋在局部啊赚了一些，有小有便宜，但是呢白棋厚了以后呢他这个附带的利益也很多，同时局面呢也变得就是越来越简单了，是吧？然后白棋尖，白棋现在是不是把那个扳粘掉了，对，他现在扳粘掉了，是吧？这个一个呢就是说跟自己死活有一定的关系，是吧？第二个呢你这里面不太可能有别的变化了，对，赶紧的把这做的，这同时收官，
不，同时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说能争取两次的这个机会，时间、啊、机会，这个也是会计的这个经验，有时候这个用来他利用这个当打将用，对，利用这个绝对的先手啊、嗯，来自己给自己争取这个两次的这个机会啊。那么得到这个机会以后，他就把这个得接一下，是吧？对，他现在接了，嗯，黑棋搬，嗯，黑棋这个是要搬。然后白棋呢爬，嗯，白棋先搬了，白棋先搬一下、嗯，然后爬进去，这样爬，所以说，可见当初啊，这个冲进来以后，这个黑棋整个缩水缩的是，对，没剩多少空了，非常的这个厉害啊，这个脚上还被人家先手爬一下，再先手搬一下，这个白棋可以都是很愉快的这个先手便宜、嗯、啊，先手便宜。那么走完这以后呢？白棋现在啊，依然就是说，还是中央需要定一下心。嗯，他还是下得非常积极啊。嗯，普通点就是直接连，当然也是守一下。嗯，简单的第一感吧，没什么不可以啊。但是孟太林还是这里还是很积极，他还是呢把中间这几个子虽然死了，还要借用一下，还要借用一下，他先搬一下，黑棋搬。嗯，黑棋当然不肯简单的就是说去断，是吧？嗯，如果断的话呢，这个白棋就可以退了，它可能就围在这了啊。嗯，这几个子啊，反正由于这里虽然暂时没事，但是以后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气啊，随时都很紧。嗯嗯，就是你这里有隐含着一些这个先手，你这边行动呢、啊，就是说不太自由。这都二四六七线了、嗯嗯、这个因为现在白棋不像我们当初说的一样黑棋把这边围住了、嗯、白棋也围了，现在白棋它那可以放手呢，对，让你破一点，因为这边黑棋已经很缩水了、嗯、它让你破，对，你破了这个，哎，你有可能就破不了这边，对，破不了这，你破了这边，破一边反正我围另一边，破了这边，那我这样的反而呢就很悠闲，那么黑棋肯定是要先搬一下，然后多一个子自然对这边影响很大。嗯，那白棋退，那再断，可以再断。那么白棋呢？再退，冷静的退一个。这样的话，这边一般断就要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就是白棋这个张氏绝弦、嗯、是吧？那么现在这个扳断这个手段呢，是已经就是说呢是要。产生需要防守了，不，黑棋需要注意了，对，就是需要注意，因为但是呢现在如果急着扳断呢它并不见得怕、嗯、是吧，嗯，因为你这个自身来说呢形状呢也不是太好，对，因为这个打了以后呢白棋风险也挺大的，嗯，毕竟这样都单关走，嗯，没杀着它就是单关是吧，对，所以白棋是不会轻易冒这个风险，嗯，但是呢白棋等于在这一带呢还是隐隐约约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先手借用，哪怕甚至说这个都有可能是先手，对，是吧？你这必须得连了，因为要死了。这一带，所以说，那么黑棋要破之前先补，这个不补的话，明显的有个断，嗯，因为断完以后，它后续手段都是先手，这边不好动，这个再一贴，嗯，所以黑棋先补一个，那白棋交换几下，再补啊，再守，嗯，当然了。这个交换几下到底便宜不便宜也还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因为他这个一连然后这明显有棋，所以说他可能也是考虑到这边黑棋有联络上还是存在问题，嗯，就是跟单手回来比的话、嗯、他等于就是说有可能他准备了一条这个后路啊，实在是急了的话我就来杀你，对，要是不急的话呢我就算了啊、嗯、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优势的话那我就算了，嗯嗯，如果我觉得我这里或者是说被你走我这里打着了或者走错了，那我还有我就来杀你，我再拼一下， 对我还有最后一搏的机会啊，这个意思。但是这黑棋好像不给机会，他就补上了、嗯、黑棋他也是这样，这个和其实不着急，有点我觉得也不是这个好吗？道理可能和这个也是一样，嗯，是吧？这个地方总是等于说总是还是欠了这个味道，总是要补的。对，不补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白棋在这一带，在这一带等等，都是先手，全都是先手啊。嗯、说不定不要这些先手，就直接来呢。就这里多个子、嗯，或者说你来掏空的话，或者是什么，我这里稍微多一个子，这边施展不开。对对对，因为这儿有后顾之忧。嗯，所以说还是把该补的毛病啊补掉。嗯，这个就是说，在这盘棋中，我们应该是学到了一些这个，是吧？就是说，你不走的话，虽然也没事，但是呢，就是说，施展不开，等于就是说，身上被绑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你无法施展手脚。先补上、嗯，然后这边没问题了，然后这边再可以来破白棋的空、嗯。那么白棋这时候呢，也是很，也不能着急，是吧？也不能着急去围，因为这个地方形状是不错。但是呢，总还是有一些毛病。嗯，特别在黑棋把这个补掉了以后，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呢，你要一口气把这个整条边都围起来是不太现实的。嗯。同时啊，这个白棋、黑棋这个贴了以后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后续的这个作用呢。说白棋这块也是在考虑一下需不需要补棋的问题。嗯。要是局部死活暂时还是没问题，但是呢，就比如说这点了，嗯，点了爬呢，它暂时还可以搬、啊，嗯，暂时就，但是黑棋在这一带，不管是立，嗯，不管是搬呢、啊、虎等等，是、啊、吧？就都是呢绝对的这个先手。对，你这回得要补气了，这肯定要补，因为刚才是也是勉勉强强能活啊，就是本来点了爬。点了爬的话呢，你还可以靠这个扳，是吧？扳了粘上，然后再扑，靠着这个的先手呢，嗯、把这个啊活了。但是它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脚已经基本上没了对。对，基本上是没了。嗯。那么所以呢，白棋啊也是贯彻这个黑棋的这个势啊。那么该补的地方啊，我就还他也把它这个其实都是间接在防守这边的空。对对对，嗯。那么他现在孟太林看了一下，计算一下这里的死活，打了个将，先扑一个，这个是明打将，争取一下时间。嗯，然后呢，他实际上是立着补，嗯，但这个立着补好像是明显不如搬着补，他这个肯定呢就是说是要搬着补好一些。我要搬啥？嗯，黑棋肯定要搬了。那白棋就粘上，黑棋也没什么东西。你反正你要是粘上呢，那我就加，反正把它顺手补活。我可不可以爬？你爬也可以，爬一个呢，它就虎住，是吧？我还得你打吃，还得连连，我就算团上。嗯，这个很做活呢，没有问题。嗯嗯，这样呢，可能局部可能。就是说和力相比呢，目数稍微好一些，稍微好一点，还差一点，这个倒是不好的。但关键它这个脚上会变得厚一些，嗯，就是这里多个拐和这样的棋形呢，对，这个脚上的厚薄呢，会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关系，嗯。那么实战是力的话呢，那么它黑棋这个挡呢，等于是先手。是吧？黑棋这个挡的是先手，那么白棋还补一个，白棋还是必须得补。那他能不能补这边？他是团的补，团的补。但是你这边怎么补是个难题啊？因为你这边补完，人家不是还有点？嗯，那你不能兼着补啊？兼着补的话，因为这个地方不能送人家一个硬腿，对，这不能送。这个硬有个硬腿的话，这边这个就有关。对，那你脚力影响太大。那你单并的话，这个肯定是。一看应该是不像什么好棋，因为这个地方人家可以靠，是吧？嗯，那就算靠了，有没有死活关系可能倒没，但是人家靠了再一扑，对，扑完再一断，这个目数也缩得很厉害，嗯，只能吃他打吃，你提他再提，提完了这个点，可能还有个点，是不是这边硬腿？点完可能他又有个硬腿，嗯。真的是，所以这边不好走棋。嗯，这边不好补的话呢，它还是就是团在这里，团在这里补呢是比较干净的啊。嗯，这种小地方就是一定需要注意啊，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硬腿，对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嗯。
然后黑棋点一下，好像呢这个一看没什么用，因为你现在就是说这个硬腿好像这会儿我要不起作用，我要是不理呢，这边有什么棋吗？这边就是不起作用活的。如果这个力还是硬，还是先手的话，当然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但是问题是这样好像杀不着，没有用，这个没有好的这个什么拖拖，他就一个一个吃你，好像也没什么大关系啊。是，他就吃了，你打吃他就提，你打吃他就站上。连不回去啊，这个。对，这个可以连回去，这个连不回去。这白棋是活的。白棋是活的。所以这不先。对，这个不是先手。所以他这个团呢，比跟当初那个呢就好一些。好，那么下到这个时候，梁鹤一看。终于开始在拼搏，这边总是要交代的，你不可能都全部让白棋围上。那么现在他靠，从那个角入手。由于刚才这个太厚了，我们说过，这个我们最普通的点，就怕强杀，这个肯定是只怕是要强杀了。顶这个他就。挡住还是尖一点，这个或者就算走这个也不太好活上。能不能弄一点事情？那有可能，这个他可能就走是吧？一时半会儿他就退。真的是强杀我！不，他是有可能你扳他就断了。这里面没事，外面好像也看不出。这个由于还是比较厚，你就打对。你跑他就管，这个字已经跑不掉了，这个基本上那里面就死掉了。看不出什么好的后续手段来。他不敢这个整件，那就靠这个白棋，那就当然是他就小尖你这个扳呢被他一藏反而变得有些麻烦，那么肯定就是说守住脚，然后黑棋再加是吧？他这个手段确实看起来挺奇怪的。反正，但这个时候不能长着。长他就。就是说觉得没破到什么东西。这样肯定等于说没破到什么东西。全送给白棋。如果你要再加那个长，就明显损了。这两下跟你讲。对。就损了，所以呢，他是选择是单加。不当家呢，这个白棋那后势的吃住了，是吧？这个是没什么。黑棋再打，提。居然是这样的次序生成了一个打劫。黑棋现在肯定也是意识到这个形势明显不太好，不太好。必须要拼搏啊！那么拼搏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弄出一个劫来，对对对，是吧？这个是常用的。那白棋呢？现在有一点点这个难办。如果单纯的就去粘上，那明显是被对方便宜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暂时下来了，这边再进来，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薄啊。因为它这个补了以后，你这里就这一个先手，这一带，反正这个毕竟都是拆二的形状，对，不是单关的形状，不是那么厚实。黑棋这白棋也不能轻易的这个退让。你不能随意挥霍，虽然有点优势，你要随意挥霍的话呢，他捞的也很快的，也很容易这个那么白棋呢就打上来，这个地方还是像打上来以后，这个时候呢下一步白棋的这个招法就值得我们这个就是说大家好好学习啊。就是说特别是打劫，就是说我们有句俗话叫做臭棋怕打劫，对吧？这个就是说下步这个是打劫，经常也是爱好者下棋的时候就开劫了，那我就赶紧去找劫财，是吧？哪怕就是为了这个劫找点损劫再说不惜，但是首先你打这个劫要看这个劫有多大，是吧？第二个呢又像这个思路一样，就是我暂时不打这个劫，他一手他消不掉，他解决他消不掉，
是吧？他意思他不可能这么去削一个，这很无趣，是吧？他要必须下一手打上来的，下一手是吧？才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解。对。那么这时候呢，就先不要着急。这时候呢，就比如说你去着急去找劫啊，或者破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显得勉强，甚至我赶快把这些先手赶快卖掉，这个都是损的。嗯。那么这时候呢，白棋虎这个跟这个确实呢，就是值得大家大劫的时候啊学习的一手。对。本身它有目数，嗯啊，而且呢，它也消掉了什么呢？对方的。这个绝好的一个劫财是吧，嗯？本身他这个劫财就非常的愉快。白棋必须得连。对，并一个好还是拐一个好就不知道。嗯，肯定是并一个好，拐一个呢他可以不在这。那么白棋呢，先把这个黑棋的劫财消掉，同时呢给自己又有劫财。以后啊，就是留下了这个劫财。嗯。那么留下了我劫财以后呢，你这里也就不敢了。轻举妄动，对，是吧？你是间接的限制一下黑棋，这个呢也是一个打劫的这个技巧啊，嗯，大家就是说呢，可以脑袋里回味一下啊，这个这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局面？嗯，就不要急急忙忙的，就是说先缓一下。对，那么黑棋开上来，黑棋现在在上面呢，虽然有劫财啊，他就爬回来，嗯，但是呢，这个你交换到这一下以后呢，白棋呢也安心了。这个题呢，白棋反正心里就可以粘回去了。有些那我哎，那不是还是被对方打赢了吗？嗯，其实呢，这个关系呢不大啊，因为这个棋，因为这手棋本身是有价值的，注意，嗯，不是说这手棋就为了补劫财，我补了个当官，嗯，这个本身的目数就很大，因为下一步我就给你搬下来，搬下来，啊，搬下来，你这个便宜一下呢，就给你了。但是呢，你行，由于这个劫财的问题，你不敢继续呢，开上去，嗯，啊，那么，黑棋呢，这个时候呢，你也就是把这打赢了，嗯，也没办法，不敢继续开，继续开的话呢，这个没有那么多的劫财，嗯。虽然那里还那个快棋还有几个，白棋那边也有，白棋一个这里还有这个中间，他最后急了也有这个劫财，嗯，所以说呢，嗯，因为这个一被拔了，这个脚上所有的棋都不是劫财，是吧？嗯，你就是你不能拿这个当劫财了，这边损的实在是对太多了，这边全部变成目数，所以黑棋现在呢也不敢开上来，那么黑棋现在拖，啊，现在拖。先来走这个角，一个呢是在这角上弄出点东西来，还是有点棋的，棋是有点棋，就算是没棋它还有一个后路呢，就是说呢你把我杀了，那我就把这个对我拍上去打赢了，是吧？因为你把我吃了的时候，同时势必会留下劫财，非常多的劫财，对，是吧？非常多的劫财，那么这个如果被白白打，这个打赢的话不亚于这个威力，完全不亚于这个掏一个，是啊，掏掉一个角，嗯，对吧？这个完全不亚于掏掉一个角。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在年轻棋手尽量把这个局面搅乱的时候，嗯，孟泰林这个头脑还是非常的清醒，还是很淡定，很淡定，就是说。没有被搅晕啊，有时候也确实是个，而且又是快棋，再加上进城了这么久，应该也下了至少一个小时以上了。这个就还一直读着秒，而且读秒声这个二八二九一催，对，还挺紧张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局部呢，就是说呢，白棋啊，他走的比较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简明的厚实的下法啊，嗯，注意是有一定的，就是说要厚实。厚实的好处呢，就是限制了黑棋这个劫的这个活动。嗯，那么他搬，当然在这个地方你要杀他的话，或许有种种的这个下法，但是呢，你要杀他总杀不干净。反正他会引爆那里劫财多的话，不，局部就有点。我们刚才为什么说要搬张？因为这个子它是有用的。嗯，是吧？比如说我们长恨最简单的杀这个。那么呢，他这里白白就多出一个尖的手段。对，
如果没有，它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就可以简单的斑点煞，是吧？这样的话，这个先手，这个是先手。所以说，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它这个斑张对这个跟脚上厚薄是还是有挺大的关系的？这就是。那么你要是这样去杀，这个首先不知道杀不杀得到啊，这个就是说，首先不知道杀不杀得着。但既然走成这样的话，他一开这个劫就完全肯定是黑棋赢了。对，等于是无条件黑棋赢了。那里面就是说，先不管是死活的问题，就是说至少来说至少一堆劫财。对，所以这时候呢。头脑还是挺近，他选择了最简单，打了。嗯，这样就肯定是出棋了。嗯，虽然是出棋了，这个出棋呢也是一个最著名的出棋，典型的这个手段啊，白黑棋扳，白棋拐，黑棋连扳是手筋。这个出棋的当然就是说局部而言，无疑是这个。八角掏了，无疑肯定是白棋，不黑棋便宜了，是吧？而且先生，你虽然外面提两个子，既然我掏了，还吃你两个子，活的呢，理论上来说还是挺大啊。你拐一下，等于里面至少有七目棋，是吧？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外面。拔花由于已经进入这个官子阶段，几乎是可以说是用处不大啊，几乎可以说是用处不大。那么正常来说啊，这个肯定是黑棋赚了目数，对，白棋应该来说还说是亏了不少，对，亏了不少，就局部而言肯定是白棋，但是白棋的好处呢，它就是全部厚实了，厚实了你这个地方呢，这里没有任何借用的话呢，那么他活把这里的损失从这边呢就弥补回来，他可以直接吃你了。这样呢，不但把你这个劫消掉，而且呢，把你这里等于就直接可以给吃掉，对，给吃掉。这个时候就是说，确实也是黑棋呢没有办法，不能粘了。粘的话，那么变化就是白棋肯定粘上，黑棋吃，是吧？白棋就走提，然后白棋点在这，黑棋冲了我就退，你再冲了我就刷，因为白棋这边太厚了，就发挥作用。对，这是情况，这等于是黑棋的，没有办法这个粘上。对，没有办法粘上，粘上去要全死进去了。那么黑棋等于就只有不能粘上了，只能不能粘上的话，那么只能是从这样吃，然后提掉。那么白棋呢，能把这里给它提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说呢，也是挽回的那边的不少的这个损失。那么黑棋再打上来，总是要想考验这个白棋下，就是给你一个打劫的。白棋你不是还是有点厚吗？就粘上。其实本身来说呢是黑棋直接粘也可以啊，有时候呢这个打呢，也就是说呢，这种有时候经常就是说，这个是劣势一方的一个常用的伎俩啊，就是说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有时候直接其实他自己啊下的他明显不行了。他那个呢，到了后面又为了把局面有时候搅乱，或者是就他希望你来开解，然后他把我们再走乱一点，对，然后还会有机会。这个次序啊，他有时候故意颠倒一下。搞得你很奇怪，其目的呢就是干什么呢？让你多一种选择。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啊，你给对方呢多种选择是不好的。对，特别是开局是你白给对方一种选择是吃亏的，但是经常到了后半盘，有时候这直接说他也是一种就是伎俩吧，他就故意给对方多一种选择，
可能他就选择障碍。不，人就是好，就是他优势的情况下多一种选择，他反而有可能就会变成多一种错误，对吧？对不对？就是，那么呢，这个时候，哎，蒙台林就是，毕竟老将经验还是足，他就先不着急，先搬，是吧？嗯。收官的同时打将，对，慢慢想，对，争取一些时间。他就是在做这个形势判断。嗯，其实他直接打上来也不未尝不可。打这个将，甚至来说，这样呢，肯定在搬这个，或者真是形势呢，就会变得比较乱。嗯，因为你一旦打上去，就收不了手了。对，就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就是等于是白棋就没有回头路了。就一定要打这个劫了。和顺子来说，一定要把它打赢。但白棋这里有几个劫财，啊，黑棋这里有几个劫财，啊，这一带有什么什么，这个未知数啊。这快棋算起来实在是有一些复杂。就有一点呢，多了。如果慢棋，我觉得还判断清楚，有充足的时间，可能会去想一下。慢棋，你说不定下到这个程度也进入读秒，也有可能。对。好，那么呢，他先搬啊，嗯，边走呢，边这个在判断形势啊，判断形势。那么这个是他先是全力打吃，提等于每走一步啊，大家也要注意，他白棋他实际上呢是在浪费劫财，他就不想开这个劫了。都不是，他不想开，他可能就直接不开。但是他边走一步，边收官边走一步呢，我算一下。就是说判断一下形势，对，然后黑棋拐，那白棋就爬掉，甚至于把这个虎都虎掉了，把这个更加是明显的打将。那么走到这呢，他斩上，这个收兵，这个是胜利宣言。因为打了这么多将了，是吧？对，有时间来应该够他把目点清。够他把目点清了，这个是粘上以后呢，这个应该来说呢是，就是说白棋的真的是没有变数了，这个棋白棋的胜利宣言是吧？那么黑棋也只有粘，白棋就尝一下，对，然后再飞进来是吧？对，他这个飞进来，走完了飞这个，你冲呢，我就顶住，是吧？这边好像是不是有点钱？这个暂时没什么大事。如果打进来的话，由于你这里的气啊比较紧，如果打这个是吧？那我就张上。你提这个呢，他就吃。这个气呢有点紧。你走这个，他退一万步讲，先冲了再吃，我先冲断再等等，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劫，对吧？他这个地方不用操心。就先暂时没起。对，那个冲一下，他就顶住，是吧？然后飞呢，他就粘上，他这个地方就粘上，贴住，是吧？这是不是得要补了？这样呢是有个劫，走成这样，这时候可以打，这时候他是可以打啊，跟他呢补一个，就老老实实补一手。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可以说呢，下了这我们就可以，也可以简单的啊，点点目，点点目啊，判断一下或者是一下形势。这个当然呢，这个就是还有一些地方没定型啊，这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是吧？这个挖池和这个大概是剑河，是吧？我们看看他先飞这个，黑棋选择的是哪个啊？他先拖一下，打一下打将，是吧？啊，对，打了两下将，目数也谈不上便宜啊，因为这个跑不回去的，是吧？这里有个白的，他现在飞是吧？飞的时候长，然后打将。啊，飞了长，冲了打将。对。他就在挡住，他可能在计算这两个，然后又走这个，还是觉得那边大，然后这又被搬进去。那么这个搬进去退啊，这样就可以，我们可以大致上给大家判断一下，粘上是吧？现在
它没粘好，如果粘上的话判断一下。判断，这个就一二三，这个十三二十三二四二十五，这个应该算一目，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三五三六三七三十八，三十八上面这个是至少的吧？三十九，是吧？这里还欠了一点，就算四十目吧。四十目，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这个跑不掉的。嗯，七八九，这个两个才十十一。对，那占先手。对，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五十五。五十五，五十五目，对，五十五目起。那么黑棋这个等于以后就爬一下，这个打八肯定不便宜。那么这样，如果爬好，这边也不好说啊。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嗯。这中间总是要粘的，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吧。嗯，这个有目吗？这个长势可能不能算目，十五目起，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十二，二十二目起。看这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三一三十二，三十三。也就三十三，五十五也是五十五，那贴目困难，盘面胜负等于是。嗯，这个应该是没有，肯定是，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吧。盘面从进程上看也是白棋比较好，因为白棋他走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说是至少有两目棋以上的优势。嗯，如果说是白棋只好一目半目的话，我想蒙可能还拍上来，他肯定还会按照他这个风格，他肯定是会继续这个对拼搏。那这样呢，应该他是判断的很明显的比较轻。现在没粘，没粘，他先没粘，他先搬。这边应该没什么棋。其实不然，是吧？他这个地方，他这个找到了这个黑棋的一点点弱点，小尖。他这个不是完全因为出棋，其实他呢就是说呢想让你收个气啊，这个目数便宜，但实际上呢已经是有些难办啊。那么你挡的话他就粘上是吧，我搬慢，这个有点讨厌。打一个现在你不能打一路是吧？如果他粘上你再打是快一棋，但是你打一路的话他会小尖。反正有个劫就是出棋了。对，这个一开始都点成黑棋的目数嘛。那么你能打这个？白棋打粘上。那么这你这个没交换到呢，当然就交换不到了。他现在可以虎。点一个。你收棋点是吧？那么他呢再。这个这时候黑棋好像是可以搬那个，搬走，对，黑棋搬这个是没问题。嗯，搬这个是暂时没棋，但是呢白棋这都全部呢变成了先手，可以搬是吧？这边目数亏好了，你只能就是你这样收气的话，那么他就收气，你提呢以后打，这样更不够了，这样爬进来好多。对，就是说，至少能便宜的两目棋。而且逼迫你把这个交换掉以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愉快的，对，先手，先手搬啊，先手搬。嗯，反正你不爬也不行，不爬我能收着这个气也是一样。对，那么。这样呢就是说黑棋肯定是本来就不够是吧，那肯定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先撑住想撑住他在这啊，在这你如果走这个呢，那等于他就算可以不走吗，就算走一个的话，你等于只能冲进来一个两个是吧，刚才是冲进三个，至少要差他这目数还必须得撑住才行。但走在这呢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那么白棋弯个白棋的反正心态是很愉快的，他因为是他不是要出棋，只是说让你收点多收一口气，然后他这边官子会便宜。对，那么然后
它就啊，我们看看白葱、尖葱、白棋葱、黑棋只有爬，白棋它就再粘上。走了一串以后，反正它是首先不损。第二呢，其实里面还是死的是吧？不，里面呢还是留有这个。由于黑棋啊，它没有这样吃。这个走完以后呢，白棋在这个地方，黑棋有收不进去的嫌疑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以后呢已经留下了隐患。留下什么隐患？我们一会儿呢就能看得到啊。看得到。那白棋先粘上。啊，黑棋当然这个不用着急是吧？因为你黑棋，你永远是没有心情去，肯定不会自己走去补一个是吧？去补一个。你这地方，黑棋就是先搬过一个这个，对，先搬一下啊，这个先搬过一下，对，这个就粘上啊，粘这个，粘这个啊，粘这个，对对对，粘这个它也是粘是先，这个不能断吗？断吃两目，但是这个葱也有可能是，不见得便宜。不，这个是你如果吃两目，它这个至少是有逆收一目，是吧？逆收一目的价值，还有可能是逆收两目，啊、就是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实战是粘回去，差不多。再冲这个，嗯，这样由于白棋这里非常的厚啊，这个冲这个对白棋是。可以说是毫无影响的啊，这个粘还是先手。白棋可以踏踏实实的收官，搬一下。你接着冲。嗯。但这个粘是先手，这得补回去。对，这个白棋就粘上去是吧？嗯。一起搬一个。一起搬。这时候不能吃。这时候不能吃，这时候不能着急啊！这个吃被那一反吃，提三个是。不活、不活的啊，不活的，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粘上。黑棋还是要粘上，是吧？补一个。这是粘住还是冲的？打吃的好像是。对，打吃在外面。嗯。但这个利弊也难讲。那么白棋搬回来啊，对，补一个。这个等于是黑棋就冲了两下，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还是得粘回去啊。回到那么一切都走完了，嗯，白棋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嗯，那么可以在左边慢慢的这个出棋了啊，嗯，那么现在他这个地方拖，我们来给大家交代一下，这地方的死活，这个地方是有棋的，棋粘上，粘上，这个地方收戏。嗯，收气我还是损目，等于他这是收气当然也是可以吧。收气的话，好像如果提提然后走，好像正好白棋死了。提这局部是是的，你走这个是吧？嗯，那么呢，我走这个。那我正好你这个这样呢，等于还是多补了一手气。我正好快棋，你快等一会儿，还是把这个变成了先手。对，是等于这目数还是被白棋给收了。对对对，还是。吃反正是能吃掉，没有意思对前面的。要么黑棋他现在闭着眼睛，把这个挡下来。嗯，这时候可以挡，我觉得这个棋要出问题。挡一个直撞一棋，是吧？嗯。不走还有两棋，等于走了以后只剩一棋了。本来一二。嗯。就交换一下就是一，这个等于是边上打劫了，局部找个台阶啊，找头上了，只能这么说。我还以为说他是就要扣住这几目棋，但是为了这一目棋两目棋整块变成打劫，我们只能说是可能找个台阶，找个台阶，这怎么找个台阶？嗯，那么白棋提是吧？嗯，白棋现在提，对，对，白棋要先提啊，不能挡住。挡住呢是有眼刷瞎，对，有眼刷瞎。嗯，那么可见
先提了一打变成缓一气节。对，可见它这个哎托还是很细腻的。嗯，因为如果你搬的话呢，嗯，就没有这个事了，它可以打住。对，所以这个下的确实如果再提如果再提再然后他可以提那个，你再打呢，这样提就变成连环节了。对，就变成连环节。嗯，那么如果你只能粘上这个木数就差很多，这少进去两颗子，嗯，就差四木棋，它就是这样的话变成有眼杀瞎局。对，这也不用收了。对，所以他拖这个，这样子呢，你要是走这个的时候，他这里就这他现在白棋啊，我们看可以提这个。嗯，这地方还是下的很细腻啊。那么你提，嗯，那么再打次，嗯。然后你这样就变成缓一气节，虽然是缓一气节呢，但是这黑棋白棋等于是个无忧劫，黑棋太重、嗯，等于打他一提，嗯，这样呢，由于这个地方吃不进来，就变成一个打劫，那当然是白棋是不行的，黑棋不行，黑棋不行，对，这是被白棋折腾出一个劫，肯定就差、嗯、他就是为了这几目棋，嗯，对，不过也是没有办法吧，嗯，那这样的话。嗯，黑棋找个劫提过来是吧？嗯，白棋也不用想。嗯，然后等他提的时候，嗯，白棋就顺手收个关。对，这个就没有心情。这个本身这个先手搬就，然后他还一边打劫一边搬。先手搬本来就是一个很愉快的关子，是吧？主要心情太差。对，心情这样的走到这时候呢？嗯。嗯，这个黑棋就廖元鹤呢，就也就爽快的没有心情继续了，爽快的投子了吧、嗯。他主要是这个地方，嗯，这步当然他也肯定是看到的，只是说刚才对他们来说，肯定计算是没有问题的、嗯。这个等于就是因为也知道不够了，就是找个台阶就下来了。嗯，嗯，结果呢，这个应该来说整盘棋。孟台林这发挥的还是非常的出色啊，就是说战胜了这个廖元鹤，嗯，也成为这个是 B 组是吧，第一个取得连胜的人啊，因为前面都是每人赢一盘、嗯、啊赢一盘。那么这盘棋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吧，给大家再稍微、嗯、回顾一下，再回顾一下最关键的地方呢，就是中间的这个，嗯，这几步棋啊、嗯，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前面布局会或许说有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就这样，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话，那么还不好说啊，这个无关这个胜负啊，嗯。那么主要是中间这几个冲击，这是我觉得是最关键之处啊。现在当时的情况呢是这个样子啊，这个点，白棋在这个地方，这里点过了啊，嗯。点了粘，对，点了粘，对。那么黑棋爬这个、哦、啊，白棋来冲击黑棋，对，这个应该就是中伏啊，这个边界的划分是这盘棋胜负的关键、嗯、对，如果这个边界划成是这样，当然黑棋肯定黑棋大，那白棋肯定要把这个边界呢要划开，嗯。那么这时候呢，首先呢这个简单的一退，从这个有点感觉上呢，总是白棋满意了，总是白棋赚便宜了，赚便宜啊，就是说黑棋呢、嗯、就退缩了，嗯，这个时候呢黑棋应该搬啊，搬了往那退，然后就考验你是大还是长、对，正面作战，这个正面应战，这个局势呢还是非常的难讲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气势上就已经略逊了一筹，对，被人家就压、嗯、人家占据了这个中线，然后你就被压缩了，
这个被压缩了。嗯，压缩了以后呢，白棋还下得非常的凶。对。当然，白棋现在甚至于来说厚实一点，贴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对吧？毕竟把中间这条线给占住。对，他这个飞就更压迫黑棋，把你就变得很压缩得很小。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来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是战还是和，是吧？这时候就应该战了吧？我觉得这时候呢，就是从心情上来说，或者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战。这样呢，黑棋这个冲断，冲断了以后呢，白棋这个并不见得是好棋，就不能说这个飞很积极，但不能说就是好棋。嗯，白棋呢再去走呢，黑棋把中间这个条线占住了，白棋肯定又搬过来了。黑棋对回过，那么呢，白棋肯定是要战。那么黑棋就贴，可能贴一个更积极，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双方互破的这个对一个战斗啊，一个战斗。嗯，那么到底是谁好谁不好，这个呢肯定就算那么好那么一点点或者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由于非常的复杂，嗯，啊，我们的胜局来说都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对，忽略不计。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依然没有选择这个战斗，还是守。嗯，还是守。那么既然选择了这个守的话，嗯，我觉得呢就要贯彻思路，就是走到底，一直守。嗯，你看白棋啊，这个他这个思路贯彻的是挺好的，一直很凶，是吧？尽全力，尽全力最大的限度压缩你，对，扩张自己。如果说这样的话，那白棋反而变得不连贯了。嗯，一下紧一下松的，那么黑棋这个守住以后，发心大胆的就来了。对，是吧？这个你进不来，因为这个你不应的话，我随时以后，对你黑棋没围住，对，没围住，一冲就进来了。嗯，这个这种时候，大家就是千万就。特别是在模样对抗的时候，千万就一招式都不能松懈，嗯，是吧？如果稍微松懈一点的话，就前功尽弃了。对，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嗯，但他冲一个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冲也没什么。那么这时候呢，梁元赫就败在了，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前后矛盾，思路不连贯。嗯，既然守了，那就闭着眼睛啊。我们还是意味很也强调这一点啊，强调这个。虽然你的模样看上去比我可恶，但是我是踏踏实实的，没有任何的毛病的。这里面先把实控拿到手，你这个是虚的，能围多少你全部围起来，当然我是大败，是但是你要是全部围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如我这边胜，你手呢他就是尖冲，是吧？我们刚才所说的或者是来说，瞄着这里的这个味道直接跑。嗯，你只是围着这个思路肯定应该是不够的。对，我这边应该是不赢的。对，还是有一些刚才数有85目，85目，等于是我把现实的85目棋揣口袋里了，现抄，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白棋也是完全的没有把握啊。刚才还有我们也看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不管走到哪吧，他这里就进来。嗯，怎么进来，就是说这个要杀你呢也不见得现实，不太容易，是吧？嗯，他那么我要通过攻击把这边，比如说要围成至少70目吧。总之这棋白棋也不太好掌握，但黑棋呢他先拿到了这个实打实的这地。可以说对，白棋是可以，你可以说你优势，但是你要把它赢下来，对对对，还需要费点功夫，非常的这个费劲。嗯，这个呢就是说，那么就黑棋就干脆贯彻这个飞围的这个思路。对，那么这样下去呢，就是说白棋优势，但是要赢也很累。嗯，这就是一盘这样的这个棋。对，那么这时候再反击就前后呢矛盾，矛盾。那反击你就直接第一下就应该反击，嗯，是吧？第二下反击，那你这个前面这一下和这一下这一下交换呢就明显亏损了。不说白棋正好顺手一扳的这个漂亮的这个手筋啊，那么
就算白棋这样打的话，中间这条线被白棋占住以后，那么他这一下子呢，你还是要迟早还是要进来，对围对围不过，多几个援兵，这对，这下多几个援兵你进来呢，没什么太好。而和拐相比呢，这里大概也就多个五六目棋，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收获啊。这五六目棋对于这边的处理来说，差几个子，这个很肯定是这个多几个子呢更加的重要。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直接先搬这个，是不是没什么变化？你飞出来先搬这个，先搬他退，你这个点等于也是个后手，就有可能是个后手。你再点我冲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不走了，或者是什么样？这个他就不一定就是说硬了，你这个进来就不防止，至少没有像这样看的。对，这个力量好大。对，看得这么清楚，清清楚楚是吧？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冲端呢，还成全了这个对手。人家这一般还这一般正合适。对，这个很舒服。对，你也不能打这个了。他因为这，当然可能走这个。孟太林可能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进来，对对对，是吧？但他主要看到了这个，对，看到了这个好实在是，那么你只能退，然后白棋可以吃，然后舒服的飞回来，你这个中间还得走啊。那么他再一贴，等于忙活半天，这空没围住，虽然中间吃了两个，但是这个味道呢太多了，对，还得自动补一手，它这里有拐的冲的味道，是吧？这里还有种种借用，那么白棋再一走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拿自己整个的这个全部掉，然后换这个，换了中间吃两颗，吃两颗子，而且吃两颗子以后，白棋在这一带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先手的借用，那么棋呢下到这里以后呢，应该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白棋取得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啊，比较明显优势。如果说用现在最流行的 AI 看，可能这会儿胜率有八九十，有吗？这个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专门的去刻意的啊，已经跟大家讲，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拿 AI 来这个来参考，因为我们呢就是说还是。大家听，起码还是听听我们这个人类的正常的思维。但你喜欢那个 AI 的话，自己到 AI 上面摆一摆，就知道这个怎么样了。但这样的话呢，由于黑棋的目数不多，你再进来呢，就是说呢，白棋就有种种的这个选择啊。白棋只要稍微围一点，走后一点，我就够了，就不像当初你一下子来了80多目的话，这个我的压力就很大。对。这个是可以说呢，打下了这呢，白棋是明显优势，黑棋在中间的这一带的一个是稍微呢有点软弱，同时呢这个犹豫不决，前后矛盾导致了这盘棋的这个就主要败因。败因啊，那这盘棋可能廖元赫就更多的是输在这个心理层面吧，我个人觉得好像策略有点对，可能他是太他想求稳，然后后半盘给你争胜，太希望把这个胜负放到后半盘，等到了后半盘的时候，他没想到对手发挥的更好。等到了后半盘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差距变得太大了，差太大了，就是没有办法挽回了。然后可能他是这个盘棋的这个主要失误在输在这个方面吧。那么两个人完全是和年龄下出来和年龄不太相符的一盘棋。如果不看的话，还以为这个黑白是颠倒的，廖元赫是白棋。反正不管怎么说，恭喜这个孟太林呢，就是获胜啊，进入了这个下一轮。对，下一轮他将迎战的是下一位他将要挑战的棋手是许家阳。许家阳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继续这个好的这个。状态吧，对，因为我们的赛制呢是每组11个人，然后连胜最多的场跟最后一位胜者是进入到半决赛。那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大家再见。